我刚才给你回微信了，你没看到啊？看到了。那你怎么自己出来买了？哎，你要干嘛？我吃炸鸡啊。哦。你开车不方便，我帮你拿吧。你也吃啊。我刚才聚餐已经吃很多了。你吃饱了你买这么多干嘛？这里有一半是你的。我真的吃不下了。陆莲，这炸鸡可是你买的，浪费东西可不好。啊，吃完了，表现不错嘛。还有其他事儿吗？你今天没打扫卫生呢。咱们俩白天是一起出去的，而且房间这么干净，不用每天都打扫。你要是想偷懒就直说，我可以理解为你今天聚餐太累了。可不可？给你再点饮料喝。等我，马上就好。来啦！家里的速溶咖啡做的，你尝尝。香蕉味的。是啊，我跟陈总学的香蕉拿铁，这里面放了很多奶，我怕你晚上睡不着，只放了少量的咖啡。我不爱香蕉，更不爱拿铁，我不喝。很好喝的，你喝了就知道了。来，哎呦！对不起啊。你对不起什么？杯子没拿稳，我去清洗一下。哎，太晚了，明天再弄吧。不清洗会留印子的。随你。